那么因为它有一个7千米的一个电缆，那么我们发现下面有时候以加载的时候，整个下面的电压波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下面的这个降压整流，包括我们对整个回路里边的一个电压的补偿，是整最后能够保证我整个系统下边一上电，那么整个下面的这个电压的波动都在我的整个系统可接受的一个范围里面，这个系统的稳定性达到了保证。